今天一起做泡菜煎饼吧。拿半个洋葱，切成小块块。两片培根，切成小丁。啊，好多油呀！100克辣白菜，全部剁碎。面粉，普通面粉就行了。一个大鸡蛋，100克水。用蛋抽搅啊搅啊，搅成糊糊。加点胡椒粉，加点盐，再给它搅匀。看，变滑了。加，太多了，全加进去。整个过程就是搅搅搅。呀，差点忘了加小葱。中火热锅，刷一点点油，面糊扒了进去，加盖煎3分钟，开盖给饼饼翻个身，嘿，你也翻一个，嘿，加盖再煎3分钟，叮，时间到。金黄的饼饼出锅啦，好烫，凉一会儿再吃。配料表在后面哟。我是朱古力豆，一起好好吃饭吧。